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小城吉安，它安安静静，普普通通。然而，因为一支乐队的出现，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那个，我今天吧，我。 来，参观一下我的摇滚帝国。谁呀，摇滚王子？明知故问。老天爷太顽皮了，怎么就把你安排到我床上来？别给我闹啊！没给你吧？ 你听我总啊，不就有了吗？你没有乐队，你找什么经纪？你找个啥人啊？喝大酒的喝大酒，面壁的面壁，未成年的未成年，还有个早已衰，这他妈是谈恋爱呀？还是他妈现实型的？我必须要亲自殴打那两个王八蛋。他能咋的？姐，我着急，着急也没有用啊。你姐夫搁家。 赵志林，你写的？哇哦！大哥，你玩摇滚，你玩他有啥用啊？把我社会哥们一叫，干什么呀你？这管子够走柳的吧都！拿出来让我看。上！给点面子。来呀！太变态了！变态！ 几个月了？没怀孕。胖了呀？